们吴又把我们的苏拉做了一个完美击杀，像近况带了5-2，非常防守，进攻方是非常之优势。哦，完了 ，nice， 我们的 Judy 做把 Vivi 打了一个点位。哦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但是我们的进攻方已经在下包了。Luna 好像没有发现。还在撑我们的琳娜以及 Judy 在撑刚前方的牛排吗？对对，没错，他们两个其实，哦，巴伊也倒掉了，巴伊也倒掉了，他们应该有发现一个。然后现在 Judy 要杀的是钢琴，他对到了赢 ，Judy 失败了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现在只剩下压抑到了我们的 Cookie 身上，完了，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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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压力。哦，哎，车子帮我开进去，冰卡，车子帮我开进去。有没有小二？开不进去。小心，小心。不掉。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四标四。哎 ，A 点出事，哎 ，B 点出事。哎，不 ，A 点 ，A 点，对不起 ，A 点 ，A 点出事 ，A 点零九进来，门口。敢不敢？你可以过去。不要。没事，下滑就好，不死他吗？本体就好，声音还会绕。四点精准标，一只一滴滴。啊，两只都在四点。好，白点。好，本体绕，本体绕浴室，本体绕浴室，本体绕浴室。出不来，出不来，我死掉了。没事没事，本体绕浴室。滴滴滴还在四点。四点。看有没有房，从那边冲的。Nice！ 哇，我们的 Judy 现在做刷重生的动作，也没有说很丢很外面，他大部分的眼都是丢在点内去做一个点内的资讯，而不是。我的 Judy 要来抓重生了。哦，他可惜他没抓到，非常可惜。现在进攻方，对，我们在进攻方应该。已经知道说好防守方向来抓重生，要小心。哦，你现在站的位置好像是不应该去射吧？哇，可惜可惜，刚刚黑猫想要丢一个 Tifo， 哦，完美，这个完美的击杀。我们有我们的 Mute 拿了 SMG 十一，对，他用 SMG 十一，然后直接往外厨房外穿，哇，他直接冲出来抓重生，这是个非常可惜的动作。他不知道外面有两个人、三个人虎视眈眈的打他，哦，但是他不知道人在哪里。但是琳娜好像没有注意到，其实一楼也有防守方的存在哦。那现在的两个是偏向于钢琴跟厕所的。哦，完美击杀，他把琳娜做掉了，很可惜啊。琳娜其实发现了冷笑。那接下来局势来到2v4。那冰岛这部分已经我做了一个双杀爆头八亿，哦，可惜可惜可惜，可惜刚本来刚本来 Judy 想要去抓那个窗户过顶窗的，虽然没抓到，但是没关系。的女武神 Valkyrie Sora 也在秒金后面做了一个完美的捕杀。水哥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不，他完蛋了，还是……那可惜，可惜，刚刚没有做出来哦。我们的 Sora 把我们的巴伊做了一个击杀。哦，他没有压下来那把枪。哦，我们的迪娜也被 Judy 击杀。我们刚刚 Judy 做了一个两个的爆头的击杀，不错的双杀。Judy 刚刚是从二楼搬出去是吗？嗯，应该不是。那这样子的部分应该是进攻方没有做到，没有想到会从那边翻出来。对对对，他们并没有去做，对那么做回防，对，都做回防。我们
黑猫去把番茄做了个击杀，现在他直接绕到了背后，本来想把 IQ 给击杀掉，但是他炮枪都没有发现，很可惜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 Sora 做了一个很大的位置。镜头 ，Finkas， 来一下，好 ，Finkas。Nice shot, very nice. 看看能不能封起来，我封起来，我封起来。好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要不要掩体？外边烧开了，我叫好，九点左边，九点去抓。好。Thank you. 我到了，进去了，冲进点，冲进点，冲进点。Nice. 艾拉的干扰。对，可是艾拉在制光房，他并没有在去做一个绕头。哦。我们的黑猫把我们琳娜做了一个完美的爆头击杀，近点了，他们时间不多，只剩下12秒，接近10秒。哇，可惜的，我们黑猫阵亡了。我们现在 Ada， 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有人在下烟下包。我们 Cookie 在下烟下包，及时的压住了那个二秒，及时压住了那个失手的分数。微微在有妹，可是 IQ 好像没。微微直接把 Sora 做了一个击杀，完美击杀。他现在应该是，你现在有可能，我推上有人，我推上有人，但是他没发现。这扰无。啦。没办法。故意做了一个三连杀，啊没，现在目前的1-1非常危险。他翻出去了。在这边。没想到我们的无剑是翻出去，他是不是想要绕其他地方？因为现在 Ella 是可以直接做假，哦，他做了一个假拆包，他做了一个假拆包。然后现在他踏到了钢琴。对他跳到了钢琴，他直接他时间剩不多了，没时间了。我们这局由我们的进攻方拿到了一个胜负，拿到了一个分数。Zero Zero， 钢琴左边两只，钢琴两只。嗯，该回来了啊！装了，快下。还有还有，在台子里面，外面走，外面走。外面，在钢铁。他并不是，他并不是在二，他现在绕到二，他有可能我们的塞尔玛去做一个互相的摩擦，互相的交互。番茄好像是可以摸一下。哦，完美击杀。哇，他拿到了一个双杀，他把我们的 Sermine 以及我们的 Zero 做了一个绕侧的击杀，不错的话。老吴的部分好像是要等番茄吗？可是老吴在那边，番茄已经来到了。哦、Jody 也把八一做了一个瞎爆头击杀。击杀。那 Jody 好像没有发现。哦，可惜。Jody 死了。那收了这部分番茄可以拖到两个哦哦，这个番茄番茄这个四连杀，他这个从日绕到日光法有可能会有 ace 哦，像贝塔小队有没有炸弹拆弹包的？老吴的蛇嘛就是一个用弹可以动又扔的一个，他直接强硬下包，他想要直接下包，他被三个枪线击杀，完美。啊，他妈不血了，大伤。Oh, 他们一样啊，他们一样啊。两边有人。日光倒了，那是倒了。是补量，是补量，是补量。刚说的是放走了。Nice。一起放走了。没事也哦。住房走廊。下烟，下包了，下包了，下包了，这边 ，nice。提示，对，但是因为他有洛克的防护包，所以他还是爬起来的。哦，可惜，但我们的 Sledge 也到了一下，对，他本来想把 Sledge 做那个 C4 的那个爆炸击杀，但是他没想到，我 Sledge 到了一分。摸到了是我们的一楼吧台。现在面对到复古的部分。哦，我们
们的黑猫把我们的番茄做了一个完美击杀。哦，我们胶体已经摸到了一楼的饭。哇，可惜，我们的胶体被我们八一收掉了之后，我们黑猫还是进攻用了。哎，摸的是相当的好。对，他的摸是摸的还不错的哦。很可惜，但是我们这局由我们的贝塔队获得了一个获胜。OK， 主卧嘛，确定好。他现在人不知道爬到哪去了，他爬到不知道哪去了。我架着，我架着。我烧吗？猫弟不见了。哎，顾客，你可以换个位置哦。我靠你的那个图挡住我，谢谢。好，抱歉。Nice shot。烧死。啊，抱歉抱歉，我错。没事没事。楼梯，直接 push 点。他们下打上哎、欸，李白。哦，点点这个，这个有个点点 ，nice。对，好的，你等一下看我怎么打的。等下随便我弄死。等休息时间，休息时间。哥哥打得很好，这个配合我喜欢。